谁的饺子这么鲜亮？谁这么味儿？不，干刷的袜子。来，哎呦我去，你穿上来，你穿上穿上。第一辆火车是从左到右来的，还是从右到左来的？谁猜对了谁？加一枚心愿币啊！你下个火车从那儿到这儿吧。我猜从左向右。从左向右吧。我猜从左向右。那我猜从右向左。我猜从右向左。三左两右。坐了一等。由南宁东开往陆川，方向去坏了，坏了，从那边来的。赢了，从右向左。赢了，你们哪知道赢呢？你看牌在那儿呢，二站台，来了来了，赢了，赢了，再见，拜拜。走走，恭喜王彦霖、张若昀得到一块心愿币。正可以握手，可以握手，心愿币真没有。你得最上的都写你名了，月，是吗？啊，宝贝，上吧，宝贝，宝贝，你睡哪？宝贝上啊！我也上，我上，我也上。他最上面他写的标有标记的，写了。嗯，鹏哥在这儿，嗯，我在这儿，嗯，你在这儿，然后飞鱼、燕林在底下。我上去我就下不来了。你睡吧，我在这儿坐。换呢？哎，我是这个吗？对，舒服。谁的饺子这么鲜亮？谁这么味儿？海边来的少年呢？不，干刷的袜子。来，你套上来。根本就不是我，你把我鞋放床底下，一会儿踩埋的。酸的。哎呦我去！你穿上来，你去穿上穿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没味儿。我给你俩币，行吗？拿出来，我穿上。你有俩币啊？就这事儿，就这么邪乎吗？就我的脚真的受不了，酸的。哎，你穿一个行吗？跟那没有，不发生任何关系，岳哥。给个特写，给特写。这袜子多白，怎么可能？就王彦霖这个鞋，都有滴水呢吧？不可能。穿上，穿上。他那个可能那个脱下来时间比较长了，你这个是真酸，你这个。我去你的！腾讯的屏幕现在都灰了，真的。老百姓肯定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在剥橘子啊。软乎的。喂，啊你，来。嗯，峰哥啊，你把剥下来那橘子皮放在你那鞋里。别了，算了算了，一会儿不想吃橘子了。不是，它能串味儿，能清香一样。大风车之呀，哎呦我，你转香水在吗？哎，我说一股味儿了。来，你还玩啥吧？不玩了吧？不玩不玩了，那休息吧，我们都躺一会儿。打个门。嗯，好。